选择题。迪士尼动画《小飞侠》中，彼得潘带领小兄妹到哪个岛上展开一连串的冒险？一、梦幻岛；二、神奇岛；三、奇幻岛。刚刚你的信心去哪里了？哎呀，因为它有两个幻字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梦幻就是奇幻，神奇就不是了。好了，梦幻。东华村整个都气势很强哈，都不靠别人，都靠自己作答。梦幻对不对？对。通常这个时候就是对的，梦幻。哇！你干嘛不相信？你为什么不用卡，小妹妹？有很多卡。你可以用卡的呀。等一下，我要讲一个，我觉得他很像那个《攻其不备》里面的 HJ， 就是。梦幻岛是错的吗？你们很高兴他答错是不是？这一群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。对啊，我相信你。如果不用卡，你们觉得他答对还答错？真的假的？好坏啊，小朋友！人家已经跟他讲不对。没关系啊，打错就打错，至少是自己答的啊。对啊，是啊。你已经来宣传戏，再说一次戏叫什么名字？11月26号晚上8点。我们来看一下正确解答是不是一梦幻岛呢？第一次有一种全场小朋友一起来骗来宾的感觉。不对，不对，错了，大家都知道答案哦，好不好笑？我觉得你们手汗，你们把一个影后啊吓到出汗了，你们真的很强。哇塞，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梦幻岛，好了，吓死我，吓死我了！不要吓，我这流手汗呢。哎，换你，换你。我给你换位置。Jesus。记好刺激之后，李智正说出了 Jesus。我觉得六月平常就是在演戏的时候，他台词几乎都不会卡词，而且他的国文造诣非常的好，所以要不要挑战看看六年级的国语？ OK。你还有卡？你们在担心什么？我有一哥，我有一哥。是。哎呀，不用。